不用担心，余祥全会好好照顾我的，而且还有很多狗仔会帮我盯着他，所以就是不用担心。让我们来欢迎新郎余祥全。幸福大门，欢迎新娘柔柔，还有新娘弟弟江静。柔柔，请。就是请弟弟不用担心，余祥全会好好照顾我的，而且还有很多狗仔会帮我盯着他，所以就是不用担心。然后就希望你好好照顾爸爸妈妈，然后你的事业可以越来越好。好，谢谢。那个爸爸有准备拜别的影片。哎呦，真的吗？哎呦，厉害，是不是有吗？张彦祖要跟余祥全在一起，很多人很讶异，身高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吗？问号。我觉得说，我当初也是问号连连。然后后来经过几年观察，时间可以克服一切，祝福他们。然后也提醒张彦祖，好打不平的个性，拜托你收敛一下。那么余祥全年纪比你长，那么你要尊重他，祝福你们，诚挚祝福你们。哎呦，来，靠近靠近，他说哦，我刚吓了一跳，因为刚刚是。他这个张静牵你出来，我还有是前男友，复杂的关系，弟弟啦，是弟弟啦，原来是弟弟这样子啊。好，那三个人，我们待会就好好来聊，闲聊，没问题，好不好？不错不错，刚那一段话，我以为是会泪流满面，结果还好是给弟弟。对，弟弟是姐姐从小打到大的，对，一定是他的啊，没有什么 feel 啦，没有什么 feel 啦啊！来，三位请坐。哎呦，柔柔，你第一次见到那个公婆的 feel 是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叔叔的时候，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可是我就说嗨，叔叔好，然后过了一分钟都没人回应我，然后我就大概过一分钟，空气凝结，爸通常都是这样，对，就完全没人。就是回我，然后一分钟之后，叔叔才回个字，嗯，就这样子。我爸就是这样，好可怕，真的很可怕，很有勇气耶。这不能怪柔柔，也不能怪于大哥、亚萍姐他们两位，因为他们想啊，今天那是过客。然后我进去跟他妈妈房间出来然后要我进去跟他妈妈打招呼然后我一进去之后他妈妈脸上是敷着小黄瓜小黄瓜然后他的脸是过敏的状态阿姨就说我现在过敏脸不能见人然后他都没有事先跟我讲就让我很尴尬我也不知道我妈脸上有小黄瓜这怎么怪我呢你没有先开门看一下，你陷柔柔于不义耶。他是小王哥切一片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那还好啦。如果是整条没切的才尴尬，整条没切的是放在脸上，也是脸上拍打拍打。对对对，杨肯，你第一次见到人家爸妈，因为我的今天你压力小，因为是弟弟。对，爸爸没来，弟弟因为其实我的本身，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之前的负面新闻也稍微多了一点。所以我见面我也不会刻意去讨我就做我自己。他第一次见到妈妈的时候是妈妈有跟他说他眼镜有坏掉。哦，然后他很像就跟你把就勾丢啦吧。眼镜妈妈底下妈妈底下了眼镜啊。对，妈妈你好。他就跟祥全说哎。结果他就突然间开车跑下来也都没讲然后到了才讲。哦，然后妈妈其实蛮生气的就说你以为我随便见人的吗没礼貌。哦，第一次就这样子，好火爆哦！突然跑来，一般都我跟你讲，女婿再怎么说都是外人，还没有结婚以前都是外人。对对，那一旦女儿嫁过去啊，不，我们就对你很客气。为什么？因为有人质在你手里。
好悲观啊！啊，你蛮抠的，让给早嫁出落的这么多年，长养这么大，交到你手里。有啊，我对阿姨都很好啊，有责任啊。有啊，有啊，有啊。婚后有关感情的事情，一个标准，嗯，是千万不能被抓的。不是啦，没问题，这个。要诚信，我爱的工作上面打击怎么抓？对啊，我没有做事情啊，而且会监督啦，对啦，对呀，要滴死不从嘛，很重要啊。我今天之前是记者，他还把他的那个负面新闻都查出来。有人有给我看，你知道吗？这么长一篇简讯，说余湘泉如果他自己今天跟他在一起，怎么样，然后他就讨好阿妈，对，擒贼先擒王嘛，对，聪明。柔柔妈妈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嘛，阿妈供的我拢会听啊。对对对，其实柔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蛮，你听说相处你们几年？两年多嘛？四年嘛？四年。他是一年多以后才发觉柔柔有戴牙套，不可能，为什么？蛮明显，他一开始没有啦，一开始没带，是我帮他弄的，我帮他出钱用的，对。可是一开始他很温柔，都很温柔的对待我，可是他后来碎念的程度，我觉得比我不亚于我妈，我不亚于，很可怕，什么都可以念。你吃东西太胖，你东西房间太乱，你的什么什么要整理，你的 Oh my God， 因为他在乎你啊，哎，会受不了，因为那种感觉快要爆炸，你知道吗？就是要炸掉那种，就是。开个车，然后人家车冲在说：“哎喂，你开车太快，不是我的问题。”他都超速，他就是我没有超速啊，会不会有时候他限速60，你就是开到70是可以的。你有可能超速，因为他现在也是可以的吧？也开特斯拉。哎呦，哎呦，那个加速很快，大概2.1秒就100了。没有啦，没有啦。还上次我都帮他开电热椅。哦，对，你看有电热椅吗？对，车子很好，直接给他，他电热椅热到一个，那修修啊呢，对不？好贴心哦，还要舒服，你别在那捆啊那样，别在。经验不足，在经验不足还多吗？太浅太浅。来，张静也有话要讲。我一开始以为他就跟新闻讲的这样，然后就后来啊，我就是我做其他事业，就新的事业，他都会帮忙，而且是主动，哇，有，就是他不用你找他，他就会自动就帮忙。像我们前几天刚开一家店，也是他就是主动说出钱出力这样子，好好好，而且他都蛮有爱心的，很有爱心，我们会直接关店去送街友，哦，就是爱心餐，这个加分，哦，代用餐呐，对对对，哦，讲不简单呢，所以人就要相处久了才会知道，说，哎，你们看到新闻有那么多祥泉的负面消息，谁跟他真心相处过，嗯，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要给大家去做思考了。你们现在要结婚了，两个人之间从此。我们没有再有任何秘密的，来，肉肉。我为了要讨好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就试着去做料理，可是怎么试就是都没有成功。然后有一次二姐的女儿小乐乐回家啊，好可爱，那乐乐。对，然后我就在那一次我就做了一个杏鲍菇，对。对，可是也是一样。地瓜球、杏鲍菇，我跟你讲，杏鲍菇上面全部都是粉，反正对，就是那一次也是做失败，可是我就骗他爸爸说，哦，这是我跟乐乐一起完成的，然后阿姨就先吃一口，他就觉得太咸了吧，这要怎么吃？可是叔叔吃。就是一口接着一口吃，他就把整盘全部吃光。他吃没有味道，就要看看有没有确诊。失去味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大家全部都爱，我们大家全部都在笑他。每次柔做东西做料理，我们都会笑他。可是爸爸看久了，其实他已经跟他有感情。然后爸爸其实很喜欢他，还是很用心，他就故意给他面子，他。怎么可能？他说蛮好吃的。怎么可能是乐乐做的嘛？他知道嘛？他就把杏鲍菇这个。这怎么吃啊？他把整盘吃光，感动哎，好惨啊！给厨师最大的敬意就是把菜吃光，所以他用这个举动，那个于大哥是不是很会表达内心爱的人？但是他用行动来表示哦。